Joyce 与 Shalice 两姐妹曾搭档一起主持节目，不过有一集至今仍让观众记忆犹新，就是大 S 不见踪影，由小 S 哭着主持，为节目投下一颗震撼弹。在当期节目中，大 S 放鸟录影，导致小 S 在节目开场就情绪崩溃，对姐姐喊话：“赶快回来，家人都是爱你的。”不过最后大 S 仍未现身，让在场所有人都提心吊胆。而近日大 S 接受访问时透露，当天压力太大，甚至有想要离开世界的念头，因此找了一家旅店把手机关了，在房里疯狂画画写作，再打开手机才惊觉事情闹得那么大。但显影前明明有传简讯请阿雅帮忙代班，没想到他竟然也没有现身，可是让他气得决定要跟阿雅断交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